吃。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，我是你们的川西老司机龙怪三人。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全新的动感观景平台，在我背后就是我们动感的主峰。那么今天我是准备拍摄一个日转夜夜走日的一个东西，我们这里需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卡的存储。那么今天我带来了天硕的480G 的 Type B。看一看它的表现。我们从卡盒里面拿出我们的存储卡，然后把它用我们官方的读卡器来进行一个测试。这里我们选择我们的卡，然后点击开始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第一轮测试写入速度为900兆每秒。我们再来一次，同样的读取速度为900兆每秒左右。那么看到这里的话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惑，为什么我们测出来的数据跟它实际的标称数据的差别这么大？这里就正好给大家科普一下。那么目前我们的主流的电脑的接口的话，它一般分为 USB 3.2 进一，那么它的最高的传输速率的话只有500兆每秒，或者是 USB 3.2 进二，那么它的最高传输速率的话是1GB每秒。所以说在电脑上测的话，它的最大的传输速率可能也就只有1000兆，也就是1GB每秒。再加上在传输的过程当中，它会有5%到10%的损耗，所以说我们最终测出来的数据的话，就跟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数据差不太多。然后由于我们的线材读卡器的区别的话，
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别。对于我们的 Type A 或者 Type B 卡来讲，由于它的速度比较快，我们在使用一段时间的话，它就会有一个缓存在里面。所以说我们最好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，隔一段时间就把它彻底格式化一下，那么这样会清除我们的缓存。